哦，不能直播看呢，那行吧。那不能看，我们马上也看完了，反正马上也看完了。开盘了，给你开了预言，没事。不是你版不版权的问题，你正常要是有版权，比如说你这个视频网站上有个什么电视剧了，有版权了，或者什么有版权了，正常别地方它转载不了。你这别人都是整个就整个视频放上来的，有什么版权呀？那算了吧，那不让有版权，那有版权不让看，就这么地儿吧。这个人马比较的猥琐啊，到此结束吧，兄弟们，一会儿给大家看完，偷摸的看一手。马上也没了，也去走一波啊！这波打吧，寡妇应该不来了。这把就不可写战斧了，这把出一个分离者，他两瓶药没了啊！马上最后一瓶药，我们把他这个药耗没，要不然这小子不能找我们打，那有点猥琐，稍微。这跟上把的银马还不太一样。回家。行了，兄弟们，不要带节奏了啊！拉倒吧，不让播就算了呗，不让播就不播了呗，不让播就不播了啊！谢谢一勾斯吞的飞机，那人在屋檐下，怎能不低头呢？不让播就不播了，咱们服从命令。你还跟我打？我确实是打不过他啊。有点亏呀，这算了，亏点就亏点吧，亏点我们一会儿再打回来。这把可不太好打呀，这鳄鱼零杠二，瞎子零杠一，我们还有点劣势。哎呀！这波兵有点多，没死你就行吧，没死就行吧。哎，
搜一下。先走啊，这波不能打，在银马开 W 的时候是不能打的。EAQ 走，这人不好杀呀，不是那么很好杀。你踢动没用啊，我这杀不了兄弟。好，这把打完，给大家把以前的弗莱格给他整了啊！四个腿毛，咦！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你又没有意义，我解释的，你怎么杀我？救救救！哎，鳄鱼救一波，鳄鱼，鳄鱼救一下啊，鳄鱼！这不能去了，这赶紧的就分离者一出，先整个小耀光就完事了。这我得坐起来跟他玩了，这小子第一他不好杀，第二我们有点打不过他，他找机会找的比较好，看来这是一个银马的经常玩的一个玩家，老银马了。现在也就是个五五开吧，5.5对4.5，他经验比我稍微多那么一点儿。铁板鞋，回家出装呗。跟他打必须把我们所有的钱全部利用上。你不会连9个都杀不了吧？那人家不傻呀，那也不能硬杀吧，别着急呀，慢慢来吧，机会会有的。机会是会有的，这需要创造。直接把他塔推了啊！你这个就不够细节。你给我踹他！我不能再打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他是不是过来了？他是不是过来了？救一下！小兵自己打不了。
哎呦我操！这不行了啊！这野马来了，我撤了啊！哎，这鳄鱼怎么不直接就溺上来呀？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天哪，这寡妇！一波旗鼓相当的队友啊，也还是死一个。这鳄鱼直接两段E上墙都不用交闪，而且我们家这把全 AD 的呀。他应该吃不到这个塔皮吧？哎呀，这都能吃到，早知道我先清了。700块钱，拆了吧。等一会儿啊，这波能打。这不行，这怎么旁边寡妇呢？寡妇出来的，这稍微再慢点就好了。我看看先出哪件装备啊，对吧？先出黑切，这把先出黑切。分离者配黑切，然后把蟹手做了，黑切蟹手，九头蛇死亡之舞。这不要咳血，这把不能咳血，这把咳血战斧不厉害，打不着人。他们家其他人还好，就这个银马是他们家实力最强的那一个，嗯，碰上我们了。等个大招啊，这波先升个十级。不打了，他不跟我打了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他旁边有没有人啊，没有人跟我打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兄弟，最好是闪能别用。卡特没了是吧？卡特也打不过我跟瞎子呀。妈，这卡特也打不过我跟瞎子呀，把红打了的。这鳄鱼让人杀鸡了，这是。不行啊，这红打不了了，这红打我要死，不能打了，快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红会有一个针眼儿。
鳄鱼打不过卡特，也是没明白为什么，兄弟。这哥们儿咋整的？那美甲窃魂卷都14了。这俩呀，哎呀，真够呛啊！哎，这不上去追一手这机器人，算了，不去拉倒了吧。我想先出个提亚马特。不是人家小戴，是这鳄鱼太傻，是他根本他不会玩，他自己瞎练英雄的。我靠，别让他在出沙漏之前没死过，知道吧？出完沙漏就不好杀了。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好闪 ，nice， 950。你跟我打，你打得过我？怎么点烟我还？死了4个吧，这波漂亮，我们起飞了。推中塔，我推塔很快，没事。你快点推塔，你别在这收兵了。我得炮车。那寡妇100%要偷人，我们赶紧找个地方回家啊。快走快走，回去整顿一波，先走啊，先走。你瞅那寡妇，先走。哎呀，非得打龙，我这死了咋整？我没回家出装备呢，我操。哎，这龙给你打的，你打就快点拿，拿完快跑，快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赶紧把野区资源收了，快！快拿龙，快拿龙，快，不是拿龙啊，拿红，快拿红，拿完红快走！你还把他推飞了，我操了！还行，哎，能打了，能打了，能打了，脱节了，快快快快快，脱节了！哎，好玩了，先杀寡妇啊！寡妇死了，可以追。人马没有用，没事，飞飞能 Q 到吗？哎呦我操，准被维恩了，这个只有维恩能打得了人马，我们没有办法杀人马的，你知道吧？让维恩的装备好一点。哎呦，我们家维恩杀9个了，早知道我拿他这个人头了。他怎么杀这么多人啊？哎，他怎么杀这么多人啊？不可思议，我以为队友都是屁呢。简直是不可思议。走了，我们不能死啊，这是700块钱。出完九头蛇，出血手，出完血手，我们再来个死亡之舞就可以了，或者是春哥。死亡之舞不出其实也行，这没啥物理伤害，就相当于这玩意儿没有用，
我希望你们不要动这条龙啊，不要起这种歹意。你别往里头进了，对面都没打龙，稍微等一会儿，别着急。那为什么我杀他这么多波，他还有十层啊？整点肉啊，再肉呢？杀戮收兵。这就别抓了，这抓不着，把那眼儿排了，然后我们上路收波兵，收完兵，这波应该要打团了。别上啊！等我来，等我来，这波能打。哎，先扫一下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把这大龙视野排了，升个14级。别往那边走，给你勾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给你蹬过去了。这鳄鱼，这鳄鱼，那里头有眼儿。这鳄鱼呀、啊！哎，鳄鱼往上冲！对，鳄鱼，鳄鱼脱节了！鳄鱼，先杀卡特呀！好，维恩，寡妇来，维恩别死啊！哎呀，杀不了啊，这玩意儿，上俺们两个上单。有没有红啊？算了吧，啥也没有，收点兵回家吧。正好上路有个炮车。哎呀！这波小龙拿了。算了，不收了。这寡妇可能来了，可能来这找我来了。快走！直接打，直接打！打他们家寡妇搁上路呢。别送了，哥！不要跳弹下去，跳弹下去很有可能遇到寡妇跟人马，我们死了，节奏就断了，知道吗？算了，死死的吧。希望对面不要打大龙。你俩还去下路？你俩去下路，这龙不没了吗？这还敢俩人往下跑呢？那完了，那龙没了，那给了吧呢？这我们去不了了。给了吧。走一下吧，还输了才好。我不想让这个打野赢，你净放屁，你就是单纯的菜。哼，输了才好，我就是不想让这个打野赢。哎呀，输的太冠冕堂皇了。你说白了就是菜。把蓝打了，守波中，守塔，守塔吧。往左边拉点啊！
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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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兄弟这不行了啊，往右边来，我们直接下去，他找不到，没有E，没有E，没有E，哎呦我操，哎呀真能送啊，这英雄联盟啊还是比哪边傻子多呀，我这一看这俩大傻子，气死了人，人家比较难杀，他们就特别好死，哎，玩个鳄鱼压不住卡特。